起来。是的，用热烈的掌声、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黄伟基。要拍几张照片，一个画面才算完美。要收到像杂志封面，剩下的都作废。咖啡都够用几个月，明明不缺还继续给。买东西若用的手链，觉得是误会，怎么每天都喊累，听了都疲惫，我好累，累的几点了还没睡，硬挤挤睡睡又好累，累，手机不舍得关掉，把歌声都别好。反正有人看就不会感觉无聊，好累，那么累，又不能怪谁。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唱，知道了。Hello， 这边的朋友，待会给你们唱那边好吗？好不好？累，一起喊出来，可以吗？键盘下面的最狠键。从来不留任何情面，要变到谁都不吃亏，谁输了就道歉。今天该练哪个部位，最高体质统统不见，是谁设定这种审美，让人爱上自虐。怎么每天都喊累，听了都疲惫，我好累。跟我一起唱。都几点了还没睡，一挤挤睡睡又好累。这边好大声，再一次。手机不舍得关掉，把歌声都备好，反正有人看就不会感觉无聊，好累，那么累。Hello， 这边的朋友，你们好，你们好多人哦，后面的朋友，今天真的很冷，我还穿短裤，不要学我穿短裤，要记得保暖哦。怎么没事也很累，听了都疲惫，哦好累。全部的朋友再一次。都几点了死不睡，找个人聊天，哦好累。最后一次来了。手机不舍得关掉，把照子拍也好，这样的循环想逃开却逃不掉，我好累，为何累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伟基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解释一下，我不是那种晚上硬要戴墨镜的人啊，我怕那个长辈们觉得，小人啊，给行给打门晚上戴墨镜，不是因为是因为我长针眼，所以我长针眼非常的严重，很大颗，所以就是拿那个墨镜稍微挡一下这样子，但我还看得到你们啦，只是我今天就是真的没有戴隐形眼镜，所以近视大概200度，大家都朦胧美这样子，漂亮，对。
然后接下来呢，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首歌，那接下来这首。